我现在我心脏我还没缓过来劲儿呢，昨天晚上给我吓屁了。我上来啊，一看这个缸，安魂章鱼又没了，滚！给我急的啊，就是两块石头啊，咔咔我全给周起来看了，没有，就凭空消失了，就剩一个拟态章鱼搁里头一待。然后我就又找着后面的过滤啊，咋咋地的，买划了一圈没有。我这一心想，完了，彻底没了。我都跟我朋友说了，我说蓝环又跑了，你再给我发一个吧。完了，今天早上我起床一看，这大爷搁玻璃上趴着瞅我，我都没瞅明白他昨天晚上躲哪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最担心的情况是什么啊？就是他昨天晚上不知道从哪跑出去了，哎，转了一圈又自己回来了，这是最可怕的。这蓝环章鱼有毒啊，他搁我家闲溜达，多吓人呐！这要是哪天他出来溜达，让我一手给摁上了，哎妈，跑手机上了，吓死我了！忘了我刚下载了一个赶海王游戏，妈呀，这游戏可老有意思了。哎呀，甭管他到底出没出去，从哪跑出去，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就喂，就喂，就照死里喂。哎，你等他长大了，你大到一定程度，他想跑都没法跑，这是最笨的方法，也是最稳妥的方法，也是我唯一能想出来的方法。我现在我都没想明白，我跟章鱼俺俩是怎么的八字不合呀？相生相克的那一点点的。